咪，妈咪，我翻嚟啦！哎呀，女儿翻嚟啦！系啊，好靓唔靓啊？啊，好靓啊！哎呀，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去了多久啦？好久啦，我想你啦，我天天做梦梦到你，我就回来看看你啦。好像有七个月了哦。七个月啊，好像有200多天啦、啊。哎呦，女儿啊，你这个怎么那么大啦？哎呀，吃胖啦。怎么吃胖啊？我天天吃那个羊腿啊，你不懂吗？哎呦，哎呀，他踢我啦！怎么踢你？他都没踢我，怎么踢你？我跟你说，怀孕啦！什么怀孕？就是有 baby 啦，就像妈咪生你一样啊！有 baby 呀、啊，生我一样啊！那我要生 baby 呀、啊？怎么生？我跟你说，那个男的是哪里的？哎呀，他说过是六盆水的啊！六盆水的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怎么办啊？他特意买这一套给我穿回来的。哎呀，我也别说了，先进去躲一下。哎呀，躲什么？躲一下咯。哎呀，躲什么躲？不要让人家认得出你。哎呀，躲一下啊！进去，躲去哪里？哎呀，你那里呀、啊？哎呀，进去呀、啊！哎呦，那个二妹在不在家？我想找她玩一下。哎呀，你先进去，等一下再找她啊！哎呀，怎么要我先进去啊？完了，怎么生了这个女儿？怀孕都不知道啊！喂，老牛啊，赶紧来我家一趟，我家出大事了，马上！哎呀，那个钱少不了你的，你知道了，我这个人做事很爽脆的。2万，马上到啊！哈，过来。喂，青爷，什么事啊？那么急啊？哎呀，你家出什么大事了、啊？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哦，我那个女儿去了7、8个月港东。那个肚子这么大回来了，哎呀，恭喜青姨，贺喜青姨，喜什么喜？那个男的都把她抛弃了，真的是阴公哦！哎呀，像你们这种家境，怎么能让她自己一个人去广东呢？你们家说钱有钱，说车有车，说房有房，这么优渥的条件，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去广东？我本来想让她去闯闯外面的世界，谁知道啊？一闯回来就是变成大肚子了。那个男的呢？怎么不带回来？男的六盆水的。六盆水的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是吧？说不要他了。什么？不要他了？对呀。男人那个真是没眼光，如果能攀上你们家的话，让他飞黄腾达了。我都不想要那么远了，我想我女儿嫁得近一点。你知道，我就一个女儿，是我掌上明珠。说的也是哦，在我们附近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？还是在广西啊？最好是在我们附近的是吧？跟你说，那个煤工费2万，2万啊，介绍厂了，包厂哦。给我先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做一单生意可以哦。跟你说，介绍那个男的，有钱无钱无所谓哦。到时候，我可以帮他，到时候我结婚了那天我买个奔驰给他。哦，那彩礼也不要是不是？不要，我还倒贴200万。哦，还倒贴200万？对啊，穷那些东西、家私、家电全部都送，是不是？那个小意思，买到房也是小意思啊。那可以啊，那叫你女儿出来玩，我直接带她去。要不你接手也可以。哎呀，叫我接手啊？哎呀，我结婚了。哦，对哦，我忘记了，你前两天结婚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少不说你把你女儿嫁给我哦，真是。女儿啊，女儿啊，快啲出来哦。哎呀，去二妹哭啊，唔系啊。哎，啊，小燕。哎，你认识我吗？哎呀，老牛，我认识你啊。你怎么那么胖了？哎呀，
吃胖了。哦，吃胖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你妈说要帮你找一个老公嫁了不？找个老公啊？是啊，好吗？好是好啊，我怕人家等一下要不要我，看到我这么胖。你放心啦，我帮你介绍，百分百会成的，包成。还有你找了老公之后，每次你想出去上街啊，去哪里玩啊，有老公带着你去，多好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还有冬天的时候，冷的时候抱着老公睡，多温暖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要不要去？要去的话，我带你去了不？是吗？哎呀妈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妈给点钱你过去啊。要不我们一起去啊？老牛开我那辆奔驰去，载他去。啊、那好，那好。坐B B车去。你不去啊？我不去了，我要忙事业呢。啊，这个钱要不要我放在我这里，我帮你保管着啊。我们有袋子的，先放你这里装着先啊。哎，我去开会了啊。啊好。你还有会开啊？哎呀，妈是董事长啊。哦，那你去忙吧。那去、啊、我带你去了吧啊。啊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啊。啊，一定要长啊。放心啊。走喽。好疼啊，摊上这么一个女人，哎呀。500万，500万，大飞！哎呀，起来呢？怎么500万？500万吗？你买彩票了？哎，老牛，什么风把你吹来啊？什么风把我吹啊？东南西北风。啊，发财来你家，嘿嘿。发财来我家。是啊，刚才听到你说中500万，钱呢？我昨天啊，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昨天买了2块钱彩票。我以为中了500万啊，真是说白日梦啊，真是有可能吗？真是的，老是想这种发财梦不行了啊。不过呢，今天我带个美女给你来，给你认识这个，站起来看一下，你看漂亮吗？是啊，漂亮吗？你看人家穿这一套衣服，漂亮是漂亮，怎么这个肚子这么胀啊？哎呀，什么胀？我告诉你了，她是怀孕哦。怀孕了，你带给我干什么？真是不懂了。你想不想翻身？你想不想刚才是做梦梦想成真的那一种？我不要，还人家不要，我就不要。开什么玩笑？人家是黄花大闺女来的。黄花大闺女怎么？还没结过婚呢。你说，她是哪里的？是我们隔壁村的，那个青姨家的女儿。没听说过吗？那个青姨，那个董事长那个啊。董事长，他家在县城里面开了房地产开发的那个啊。哦，你说那个青姨啊，认识吗？你说小青房地产的那个董事长小青啊？哦，对，可以啊，他的女儿，真是的。哦，他女儿啊？那不是啊，如果你娶了她的话，他说倒贴几百万给你了，你要车有车，要房有房，反正。真的还是假的？老牛对天发誓做保证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妈说了，我结婚她给500万，是啊，还买一辆奔马给我，奔驰不是奔马，奔驰，奔驰宝马那种啊，我这辈子我都没有摸过那种车，那你想不想要？法拉利也可以的，是啊，那了解一下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燕。小燕啊？对呀、啊。今年多大了？今年18岁。我是18，你28了。我跟你说。28，哎呦，我老是记性那么差。我记不起来了，我28，说错了，28。啊，读过3年1年级。啊，老牛怎么感觉那里有一点点问题？哎呀，所以说这样的话，你才有机会吗？如果人家那么聪明要读大学的那种，轮到你吗？真是开什么玩笑！但是像你家这种情况，又穷，是不是？外面下大雨，你里面也下小雨了，你现在还嫌弃什么？一个女人嫁给你不错了，更别说人家这个千金大小姐来了，是不是？那娶了她的话，你真的是梦想成真了，500万的马上到手了。真的啊？是啊，她老妈说还贴一张金床给你们，黄金的那种。这样啊？哦，那想要什么样？哟，真是老牛，你不要啊！你不要，我现在没结婚的，我的要了。哎，我快不结婚了。我没有说我不要，嗯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说的那个条件，你妈说的都是真的？哎呀，你跟她说没用的，跟我说吧。是啊，我跟她的妈已经说过了。是啊，只要你接受就可以了，白天你就哄她开心一点就可以了，知道没有？哦，
他想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的给他吃，啊，对他好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他是做，他老妈是做房地产的，大把钱，你放心。有没有别墅给送给我们呢？都说了要车有车，要房有房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都满足你的，只要你对他女儿好。哦，知道没有？哦，我愿意。等下我带你去吃辣条。啊啊、那个到那个时候，我跟他老妈说，抓紧时间把那个结婚就办了啊，就可以了 啊。办了结婚那天啊，风风光光的，请几百桌都不用你出钱，啥都不用，彩礼钱也不用你的，他还倒贴几百万给你，你放心。到时候可以叫我妈买一辆那个飞机给我们。是啊。买一台飞机，我们可以去旅游啊，飞来飞去的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啊，可以，那就这样了吧，我先走了吧。哎，老牛，你不留下吃饭先啊？哎，吃你有个什么饭？等一下我请你来带我去大酒店吃饭。啊，那明天你就带跟他回去，回到娘家啊。好，那行，见一下他老妈好吧？啊，那就这样了吧。啊，你不去吃饭啊？我们要去吃饭了吧？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，在这里睡觉啊。哦，这不就是你老公了吗？啊，我们有衣服啊。哎呀，用什么衣服？等一下，直接你带他上去嘛。好。哦，刚才你老妈给了10000块在这里，随便你拿去买啊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啦，老牛啊。啊，不用客气。呀，那行，回去吧。等我买辣条给你吃。我们马上去买辣条，买衣服先啦。好，我带你去。来，呀。